继李宁采用中国元素一炮而红后，国内很多厂商争相跟风，在服饰鞋袜上加入中国元素。图片来自东方 IC。美特斯邦威新品。图片来自东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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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C。美特斯邦威新品。 图片来自东方 IC 美特斯邦威新品。图片来自东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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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C 美特斯邦威新品。 图片来自东方 IC 美特斯邦威新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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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图片来自东方 IC 图片来自东方 IC。